真的。有本事这个房间，他再给我一把冲锋枪，他跟我说。还算有点。哎，有个冲锋枪快活在哪里啊？好，就这样。老哥，耳朵不太好使啊，咋没有烟？其实我的枪还是不行的，就比方刚才你看到我打了。我瞄的是身子在打，说明对自己的枪法不自信还是习惯坏习惯。高手时时刻刻都是瞄着头。哇塞，兄弟！Thank you.